Hello， 大家好。今天想跟大家介绍一下大疆域 Mavic Air 2这一款无人机具体的一些操作，以及它的一些智能模式，还有我对它使用下来的一些感受，希望能够帮助到你。那这款无人机来讲的话呢，它是作为现在市场上可以说是性价比最高的一款机器啊。那从外观上来讲的话，它和初代的 Mavic Air， 好像差别挺大的。而且初代 Mavic Air 的话，它会给你一些颜色可以选择，但是Mavic Air 2它只有一个灰色。但是作为我来讲，我还挺喜欢这个颜色的，就是比较低调一点，就飞出去不会太耀眼，不会太让人引起人注意的感觉啊。它的体积的话呢，比最便宜他们的一款产品 Mavic Mini 的话要大一点，但是比 Mavic 2 Pro 的话要小一些啊。但是总体来说的话，其实还是很方便携带的。如果大家去购买这款产品的话呢，它有两个选择，一个选择呢，它就是一个主机，然后加一块电池的这样一个包装。那我建议大家呢，比较推荐大家去购买的是它的这个飞行套装，它里面的话除了主机以外，它会多配给你很多的这个旋翼，然后还有三块 ND 镜头，三块 ND 滤镜，再加上一个随身携带你出去的这样一个手提包啊。然后的话呢，会给到你多两块电池啊。虽然说Mavic Air 2这款无人机的话，它在电池的续航能力上是几乎在这个同等级同价位的无人机里面是最好的，它飞行时长可以达到34分钟。但是你作为一个新手，或者是有一些拍片需求的人，你飞到天上之后，你去找角度，找到你要拍的物体，然后决定用什么方式去拍它，这个是会需要花一点时间的，所以一块电池其实是不够的。当然如果你只买了，就是只带一块电池，单去购买电池的话，一块电池差不多在人民币700到800块一个，所以其实买飞行套装的话还是比较划算一些。那我还记得当时Mavic Mini 刚出的时候，因为价格比较亲民，比这个便宜差不多可能有一半的样子，然后呢这个大家都说Mavic Mini 是作为这个入门级的这个无人机最好的选择，但是其实我并不这么认为。其实如果是作为新手的话，我当然还是推荐你购买 Mavic Air 2。为什么呢？因为 Mavic Air 2的话，它前后是带有 sensor 的，就带有这个传感器避障的这样一个功能，那底部也同样带有，但是 Mavic Mini 是没有这个功能的。还有一个就是它的图传是很稳定的，因为 Mavic Mini 它是用的只是 WiFi 图传，比如说你出去或者遇到一些障碍物阻挡的时候，它很可能就会丢失信号，而且这种情况是比较常发生的。 Mavic Air 2的话，它的图传是非常稳定的，就是你飞出去到10公里的，他们就是官方的说法是10公里的话，它都还是不会丢失信号。那当然在我接触下来这么长时间，也从来没有出现过信号丢失的问题。是为什么说它对新手，就是刚入门的玩家非常友好呢？因为比如说很多大片的拍摄，你看到那些commercial 就广告的拍摄上面，比如说无人机环绕着一个主体物去飞行的这样一些场景，你是需要通过练习，如果是手动的话是怎么讲，不是很容易，对于新手来讲你需要长时间的练习去达到的。但是 Mavic Air 2的话，它的 Fly App 里面它有很多的模式你可以去选择，然后一键生成很多智能模式，这样的话对于新手来操作的话是非常简单。就是你虽然没有练习过，你也没有去就是长时间的去琢磨怎么去飞行，当然你去研究怎么飞行也是很重要的，但是作为新手来讲，你一上手你就可以拍出那种级别的大片。再来说一下它的画质，那这一款 Mavic Air 2的话呢，为什么我非常的喜欢，就是因为当时在摇摆不定，就是想买这个 Mavic Air Pro， Mavic 2 Pro 这款无人机的话，实际上它也是非常出色的啊，在很多方面都非常出色。但是有一点就是，它不支持 4K 60帧的这样一个画质的拍摄，但是这款航拍设备它是支持的。然后另外的话呢，
比如说很多玩家他可能需要做一些后期调色，它也同样支持 Disney-like 这样的一个颜色，就给你一个比较平淡的一个颜色，我们叫做 flat color 这样一个颜色的话，那你作为后期调色你会有很多的空间。那相比 Mavic Mini 的话呢，它的传感器用的是1/2英寸的传感器，那就会要大一些，所以的话那在对于视频拍摄或者低光源的情况下，它会得到一个更好的一个画质。另外的话，这款设备的话它还支持 HDR 视频拍摄，这个就非常好了。比如说你在拍摄一些，就对于你不是很喜欢做后期调色，比如说你拍的东西你就想PO到网上的这样的一些受众来说的话，你用 HDR 的话，它会给你一个就是 dynamic range， 就是白平衡，所有的条件它都会给你做到一个最好的一个优化，然后你直接就可以使用的这样一个模式。另外一点就是在拍照上面，它的最大的画素达到了4800万，也就是说你拍，比如说我们的很多智能手机，它的画素在1200万，它是4800万，也就是说你在拍同样的照片的情况下，你去 zoom in 去 crop， 就是去剪裁这个相片，你同样还是可以得到一个很清晰的一个画面。那相对于之前的这个图传的这个系统来讲，它现在使用的叫做 OcuSync 2.0 的这样一个图传的系统。那这样一个系统来讲的话呢，最长距离到达10公里，当然一块电池可能也飞不了这么远。比如，但是我有看到一些 YouTube 做测试哈，它飞到大概8公里左右都是没有问题，你不会丢失信号。再来最大高度到500米，啊，这样一个拍摄需求应该几乎可以满足很多人的一个日常拍摄的需求。另外，根据法规的话，比如说我现在人在加拿大，所有加拿大的航空，就是整个加拿大的地区最高高度你只能飞到120，所以500。完全是够用的。另外让大家去购买这个飞行套装里面很重要的一个东西，我也是每天，也不是说每天了，就是只要我拍摄都会使用到的一个东西，就是它的这个 ND 滤镜，也就是减光滤镜。这个东西很有用，为什么？因为如果你全部都使用智能模式，全都是自动模式去拍摄的话，比如说你的摄像头你要做一个从下往上的这样一个切换动作，那可能摄像头朝下的时候是低光源，抬起来之后到高光源的位置，这样的位置的话，如果是作为自动模式的话，你的画面会得到一个很不自然的一个曝光，从亮然后变暗，就看起来会怪怪的，会有一些很我们叫做很flickering 的东西在上面，就是很闪烁的一些不确定不稳定的一些闪烁在你的画面上。但是如果你用手动模式，用你的 ND 滤镜放上去之后，那 ND 滤镜给到你一个效果，就是它可以减少这个进光量，减少进光量的同时的话，你再把你的手动的这个 ISO 和它的这个快门速度降低下来的话，你再去拍摄的话，它就会给到你一个很平稳的一个曝光过渡，就不会出现这样一个闪烁的这样一个情况。作为新手玩家，那其实我也是一个比较新的一个飞行玩家，有一点要让大家知道的就是，那不免的第一次飞行你肯定会心里会有点紧张，毕竟这么一个玩意其实也不是很便宜的东西，飞上去你也很怕它出问题。但是不管它出不出问题，你在飞行的时候一定要有自信，如果没有自信的话，你可能会做出一些误判或者一些错误的操作，这样的话就造成炸机的情况会比较容易发生。但是如果你很自信，你确定往一个方向去飞之后你就飞，这样基本上是不会出问题的，一定要对自己的飞行有信心。那这一期视频的话呢，我会分为两个部分，今天的部分我会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它的基本的一个操作，还有一个基本的这个它的 APP 的操作情况，还有怎么组装怎么使用它的这个摇杆。然后第二期视频的话，我会告诉大家因为 APP 里边你点开它的性能参数，那个里边设置有一些很多的一些篇幅去需要讲到，那作为新手的话你是需要去了解的，这个部分我会放在第二期去做一个说明。那今天的话我会先让大家看一下怎么去让它上天。好的，那大家现在看到的话呢，就是 Mavic Air 2的它的一个操作手柄啊，虽然看起来比较大，但是它的握持感是非常好的，就是这个地方它完全是贴合你的手部的。那在你开始要放飞无人机之前，你需要的就是要设置好你的手柄，
它的摇杆是藏在这个下面的啊，拿出来然后把它装上去。好的，装好摇杆之后，这个地方是把你的手机夹住的位置，拉上来。然后这个里面的话，它有一根连接线，那当然如果是苹果的用户，你也可以，它的里面是带有苹果的这样一个数据线的。那作为安卓的用户的话， Type-C 的数据线它也配得有。首先这一个上面有一个 H 的这样一个按钮，它是自动返航键，就也就是说在有一些某些情况下，或者你觉得这个操作就你在飞行的范围这个地方很广阔，就没有什么遮挡物的情况下，你可以选择自动返航，长按它，无人机它就会回来落到它刚才起飞的位置啊，这个是自动返航键。那如果你在自动返航中遇到问题，你想手动返航，按它，它就会取消自动返航。中间这个位置，它是一个速度的一个按钮，左边的话呢叫做 tripod 模式， tripod 模式的话就是三脚架模式，它的这个飞行速度是比较平稳比较缓慢的。那比如说你拍摄一些很稳定的建筑，你想去做一些环绕飞行，或者是以慢速度去拍一些比较带有丰富内容或者是比较细节的东西，你可以选择这个模式。另外 normal 的话就正常速度。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摇杆是和你开车是一个道理，就是你拨得越紧，就是拨得推得越往前，它的速度会越快。那一开始的话，大家还是尝试着去先去尝试一下这个速度的这个感觉啊。那再来就是 Sport 模式， Sport 模式其实新手玩家完全不推荐大家去使用。为什么？因为你开启 Sport 模式之后，它会达到一个最大速度，而在这个最大速度下面，你的无人机的所有的 sensor 所有的避障它通通是关闭的，那是不安全的，好吧。这个 function 这个按钮 FN，它是作为一个附加按钮，那你可以把它设置为你需要一些快捷按钮去做一个使用啊。然后再来的话，这边这个小按钮有一个小相机，就是你在飞行过程中，你想在这个拍摄视频和拍摄照片中间做一个切换，按这个按钮就可以。然后再来这个位置，在你切换好你要拍摄视频或者是照片之后，那这个就是一个快门的一个按钮，比如说你要录制视频，按它你就可以直接开始录制，或者是拍照也就是按它啊。另外的话呢，这边有一个波轮，这个波轮是控制你的摄像头上下摇摆的这样一个移动。好的，然后对于这个遥控它的这两个摇杆的使用，左边往上是控制无人机往上飞升高，往下拨无人机向下降啊，如果你要 landing 也是往下，往左无人机的话是在原地向左旋转，往右无人机是在原地向右旋转，右边是控制无人机的前进的方向啊，如果往前推它是往前飞，往后是往后飞，往左是往左边平行飞，往右是往右边平行飞。好的，这个就是 Mavic Air 2的无人机的本体。那在你飞行之前，开机之前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把这个它的这个摄像头的这个保护罩一定要记得拿掉。为什么？因为你在开机之后，它的这个云台会做一个自动校准，如果你这个是盖在上面的，它是没有办法去移动它的这个头部的，大家一定要记得。第二个事情其实很简单，在你拿到之后你一定会知道怎么做的，就是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旋翼它的这个翅膀上这个地方是带有一个金属的一个圆圈，这边是不带的。大家去安装旋翼的时候，那同样金属的就是朝着这个旋翼下面有金属的这个去安装，没有的就朝没有的去安装，就很简单。那你把它安装好之后的话，就可以准备要起飞了。那具体打开方式的话，我们是先打开侧面的，然后下面的底部是往下扳啊，这样去打开它，然后旋翼的话你再去把它打开到一个正确的一个开合状态就可以了。如何去启动无人机，大疆的产品的话，对于无人机系列的话都是第一次按压，然后第二次按压，第一次按压一秒抬手，然后再按压两秒左右开机，这个是启动无人机。遥控器的启动方法也是一样，第一次按压一秒抬手，第二次按压两秒左右它就会启动。好的，那现在这个录屏的话就跟大家慢慢解释怎么起飞。
长按左边向上按钮 take off 就是起飞。那中文和英文其实一样的。好的，那无人机升空之后，它会停在差不多一米左右的这样一个位置。那你现在可以去调整一下它的角度。现在大家可以注意到屏幕下方会有一个橘色的一条线，那这个是属于无人机背后的这个避障的这个 sensor， 它这个感应器感应到背后有东西。那因为我站在无人机的后方，中间那个圆点是我的位置，三角形代表无人机的方向。那我在它后面，它感应到我之后，它就会提示你有障碍物。好的，那这边的话跟大家逐一的讲解一下关于这个智能模式。那我们单挑几个出来给大家演示一下。首先你无人机需要先掉头，然后对着自己啊。那摄像头的话要把自己作为这个目标，然后对准，点击屏幕上的这个 Quick Shot， 就是一键智能模式。它里面有很多种选择，它都会有一个缩略图让你去做一个预览，大概是一个什么样子，你可以看一下。那我们今天就先选择前面两种跟大家看一下就好了。这边的话你可以选择无人机飞出去离你多远，那我们今天选择的是25米做这个动作。那这边的话你已经选择好你自己的对象之后，它会很智能的知道这个地方是有人还是车，这样它都可以识别到。好的，那你把自己框选之后点击 start， 点击开始，它就开始录制了。等它录制完之后的话，它会回到当时起点的那位置，就开始录制的那个位置啊，所以大家不用担心就是它飞出去之后你该怎么办，或者是需要手动让它回来，其实这些都是不需要你做任何操作的。那然后同样的方式选择这个 rocket 就是它会向上冲，然后镜头往下翻，变成一个90度垂直的这样一个效果，大家看一下。那接下来我们说明一下，除了这个一键生成影片智能模式之外，你也可以选择一个叫做锁定目标然后做一个跟随的这样一个动作。那你框选自己，它会识别这是一个人物，然后点击 Go 就开始，然后不管你怎么走，它都会以一个一定的距离跟随着你啊，它会做一个 sensor， 它会做一个测量，就你怎么走它都会跟在你后面。或者你可以把无人机调到你的前方开始做这个动作，它就会在前方做后退的这样动作，然后你往前走也是可以的。好的，跟随模式之后，那我们还有一个模式叫做它 这个中文应该叫做侧面跟随，就是无人机它会在你的侧方，不是在你的后面，从你的侧面这样一直跟随你往前走。但是这个模式大家一定要注意，因为无人机的侧面是没有避障的，所以一定要在空旷的地方去进行这个动作，不然的话很容易会撞到一些障碍物。最后一个模式的话，它是把你作为一个中心，那你可以选择人，或者无人机飞到一定高度之后可以选择建筑也可以，左右选择它旋转的速度，那它会以你为中心或者以一个建筑为中心，它会做一个360度的一个围绕旋转的这样一个拍摄
啊，那你自己其实也不需要做任何事情，它都会跟着你，然后一直做这样画圈的这样一个拍摄，所以这个运镜看起来效果是很好的。好的，最后我们来说一下就是降落。那你可以点击左边的这个 Home 的这个按钮，它会自动降落到一开始它启动的地方，这是最简单的一种模式。但是还是建议大家练习一下手动降落啊。手动降落的话，当你调整好无人机的位置之后，左边摇杆向下拨到底，你不用担心它会降落太快，它会自动调节这个速度，然后慢慢平稳的下降。好的，那今天对于这个 Mavic Air 2的这样一个基本操作的介绍就到这边，希望对你会有所帮助。那另外的话，对于它这款飞行 APP 里边的有一些参数的设置的话，我会再做视频给大家做一个具体的讲解，那个是稍微会有一点点复杂，但是我会每一项都跟大家介绍到。拜拜。